2024年贵州村超已开启，当前已进入预选赛阶段。相较于2023年，今年参赛的球队从20支增加到了62支。球队从村里到村超球场期间会有哪些过程？带着疑问，记者将摄像头对准了球员们的赛场前沿。开始，走走走！鼓励他们，再今年一定拿到更好的成绩吧。那我要支持，就是买的股票要支持你讲。加油！比赛前就是一个会议，由村里面的老支书，还有一些老队员、老一辈的队员，集中一起给大家传授一些经验呢，还有各个方面的啊，包括后勤呢，还有拉拉队啊什么之类的，一系列的问题，大家在商量。就是说在经济上后面的机会积极要大一点。是啊，你懂懂搭配是啊，搭中场。我是发现你们能生活在北京大会，没事。回到去少了住民民生，你稍微偏他一两米到哪里去住个？反正你中间。是啊，小胖他和王子焕放到的很关，关门平常位置。平常个训练位置那都可以了，压力太宽了，老对。下雨这雨伞下刀都要接了，是吧？就是能出力的出力，为我们的球员能够吃好一点，有力气，能够有好的成绩。7点钟我们就起床了，他们就去买菜的买菜，煮饭的煮饭。我们就不能做什么，我们就只有做这些。他要是他这两场拿不下来，他都出局了。我给你念出来啊，我给你念出来。没找你念过机会了得。开发我们家。区就是村里面区的球员找的这个赞助，就是一家一家咨询有没有愿意支持二村这个运动啊。今年的装备要比去年的装备要好一点，今年有这个球衣啊，还有这个训练服。像我们那个侗族的话，就是崇尚我们那个萨满嘛。圣母祠现在正在修，啊，我们的那个萨现在先暂时，搬到我们那个楼顶上。但是我们那个出征踢球的话啊，这个仪式的话不能少啊。这仪式的话，虽然在顶楼，我们也必须把这个仪式完成。你第一嘛啊，他们都因为乞丐得生了。祭完煞过后，我们那个茶水的话会分到给我们的球员，让他们喝上我们神圣的那个煞茶，祝他们在那个球场上啊，就是说尽量的话不会受伤啊，让我们踢球的话都是顺顺利利的，旗开得胜。爱神加油！
哎，咱们二十二，对，可能是他们的亲近代表，对对 对, 对，非常引人注目啊，气势如虹的二村长。这个运动是逐步的要一个发展的过程，那么现在相比去年我们已经有了很高的一节的提升了。去年的话我是在海南打工嘛，就是为了这个村超，现在回到老家，就是做回老本行，厨师行业斗志是还是一直在的，为了出现全力以赴吧。